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。少数国家滥施非法单边制裁，对国际关系和谐稳定造成严重破坏。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。